I
là回复下这就好了。他们那边撤回了，到底是黑屏，黑屏，你们说是黑屏是关键了。他们那屏毁了，不可能屏毁疫情数据，他不应该开机啊。那还真难说该什么事了。你等了，他黑屏的时候，你往里打电话，找个手机是能打进去吗？打进了吗？哪个屏毁了？那真啊？那真该屏是。该屏是，还得换屏了呢。那还不行，就得换屏呢。换屏的，我又买了一个，我这有什么话那就别。那就别修了，要改屏是你换屏，你换如的嘛，你都买机子是换屏不成事你往。啊，换的也是对小用一点换屏。就是啊，你别换了，换还有不成事。啊，这样的话是有你时好时坏，不愿意的。时好时坏，它不一定啊。你回复一下出厂设置事了哈。哎。也不行。不行呢，试试就不行。那，按理说像你说的，人黑了能打进电话了，应该跟平时呀。你别修了，你后买几个十个饭碗，你敢花钱？行。是的，你到处信息饭碗。前段时间一结婚就开了，开了也没有人。谢，再见。
Thank you.